都乱跑，没俺把那个他都回到了。人家后来俺哥，人家没便宜吧？他没，他有钱。这都这样吧？小点声，这都二十，这都。啊，好了，这我来都七十了，你就弄点钱呗。比哥爷，我都可以包一个。那是不是买那个孩子的关系了？你买几个？俺干的，同桌几个？哎呀，我那个干的，俺们家娘们儿不然。